花莲县政府天文旅游系列活动年度最终场花莲星光音乐会神之音28号将会在花莲县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，而除了邀请金曲歌后伍思艾等乐团歌手带来动人浪漫的旋律之外，现场也有专业的导师来导览星空，以及星光市集提供各式特色的美食摊位，邀请大家西半来感受花莲纵谷的美丽夜空。2024花莲星光音乐会最终场森之音28号这个周末将在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盛大登场，县政府也热情邀约大家届时一起到场听音乐看星光。花莲县政府近几年来结合花莲的丰富自然和文化资源，推动流行花莲品牌，逐渐打出了活动知名度。这一次透过花莲星光音乐会，展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以及星空的疗愈力量。另外也和林业保育署合作，共同推动平地森林园区朝向暗空公园的目标迈进。花莲星光音乐会森之音从傍晚5点开始的星光市集、星空手作以及森手作体验，紧接着音乐表演将在6点半开始，由5组表演团体嘉宾接力开唱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也引进大型的太空真人夹娃娃机，供大人小朋友一起玩乐，也借此推广在地的农特产品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